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杭州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-16组第六场、1-4组第七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十号台裁判员玉林，运动员袁显胜、赵启明。十一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赵瑞欣、朱晨。十二号台裁判员易龙，运动员赵宇纯、金磊。十三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周琦轩、苏玲。十四号台裁判员李勇，运动员郑凯、尹红星。十七号台裁判员侯云博，运动员陈嘉林、陈卫斌。十八号台裁判员金炳新，运动员史小伟、连成龙。十九号台裁判员刘洪旭，运动员尤晓彤、袁玲玉。二十号台裁判员马子怡，运动员戴乾隆、全德山。二十二号台裁判员徐锦言，运动员冯宇翔、陈浩。二十三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申思、骆启浩。二十六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张蓝天、刘闯。二十七号台裁判员张星星，运动员安振杰、周龙。二十八号台裁判员温馨，运动员齐国孝、张勇。二十九号台裁判员魏思，运动员金俊、王燕青。 TV 二号台裁判员张兴禄，运动员蒋旭涵、杨如。TV 一号台裁判员赵奇伟，记录裁判员秦一、卢冰霞，运动员齐宇帆、李友良。现在比赛开始。李友良你好，宇帆你好，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听口令，预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六梁获得开始选择权。
比赛开始，第一局六连开球。犯规。先后走球，
第一局6-2胜，比分1-0。第二局去与翻开局。
延时。
延时。第二局屈宇帆胜，比分1-1。三局马晓亮开胜，6-6。
很贵。这个球。十秒，延时。29贴库，自由球。嗯，可以打一个吗？可以，你打一个还推出去没事。犯规。自由球。
延时。第三局群宇翻胜，比分2-3。好，谢谢。HR 第三代巧克粉源自日本，革新升级，上粉更均匀，加载不滑干。日本实验室革新研发，微米颗粒更均匀分布，粉质更细不掉粉，专利配方凝结剂。抓球力升级，轻松打出旋转与强赛。HR 第三代巧克粉，上粉更均匀，加赛不滑干。四局区域翻开球。
十秒，延时。八号球退后。
第四局六有零胜，比分2-2。第五局李有良开球，
第五局区域翻胜，比分3-2。第六局区域翻开球，犯规。这个球。比赛时间已过半。
第六局曲宇帆胜，比分4-2。九万级球器，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，完美双轨设计，三年售后质保，超10年使用寿命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，厂家包安装。九万级球器，售后保3年，人工省9万。销售热线400-6060-147，转二。第七局，刘友良开始。犯规。这个球。
第七局又两胜，比分3-4。第八局，屈宇帆开球。
第八局李友良胜，比分4-4。第九局李友良开球，10秒，延时。Thank you.
成为。第九局，曲宇帆胜，比分5-4。这局比赛不允许面球，再次判红旗。不允许给对手面试球，现实比赛啊。下次不用给他面球啊。官方暂停5分钟，5分钟未到判红一局。暂停。抱硬核，赌巨匠心，职业标准，野豹球杆，专注打杆，赢家选择。正红胶边。声音小，弹力大。HR 第300巧克粉源自日本，革新升级，上粉更均匀，加载不滑干。日本实验室革新研发，微米颗粒更均匀分布，粉质更细不掉粉。专利配方凝结剂，抓球力升级，轻松打出旋转与强赛。HR 第300巧克粉。上粉更均匀，加载不滑干。 ARP 以一颗匠心，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球房要省钱，就上蹭个够。元桥是2000家高端球房，全球直采渠道，现对全行业开放，工厂直采，拒绝层层加价。球房要省钱，就上蹭个够。中式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大家好，我喜欢乔氏。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硬核，赌巨匠心，职业标准，野豹球杆，专注打杆，赢家选择。正红胶边。声音小，弹力大。HR 第300巧克粉源自日本，革新升级，上粉更均匀，加载不滑干。日本实验室革新研发，微米颗粒更均匀分布，粉质更细不掉粉。专利配方凝结剂，抓球力升级，轻松打出旋转与强赛。HR 第300巧克粉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。10局正式开始。
开球时机。第十局，李友良胜，比分5-5。第十一局，李友良开球。掌柜，最后球。
黄贵，最后一首。第十一局，曲宇帆胜，比分6-5。
第十二局，曲宇帆开球。犯规。这球。
犯规，第十二局6-2，比分6-6。第十三局6-2开球。
十秒，五，距离本场比赛就是还有五分钟。第十三局六两胜，比分7-6。第十四局，曲宇帆开球。开球失局，宇帆开球失局2次，再一次判分。
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。本场比赛结束，6-2，恭喜。